这个帽子的配色不一样，一个是灰色的，然后一个是我这个粉红色的。今年好像很流行这种颜色的牛仔，就是淡淡浅蓝色系的牛仔，然后刷白，那种复古的颜色。然后它的背，它的特殊在它的背这边有那个刺绣英文字母，这样。然后在背的下摆这边是这个。有那个割破的刷破搓须这样，然后两边就这种剪裁就是比较没那么不是那种正常的那种牛仔的那种剪裁，然后这边有那个口袋，然后是装饰的，边，然后这个都可以开，圆码的，然后这个帽子是可以拆开的，它是做这种纽扣造型，纽扣的。你可以自己穿，就是假如你今天不想要这个帽子，你就把它拔下来，这样就比较不一样了。然后我是穿的，配的是粉色。